给十大那最受欢迎奖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蛮荣幸的，非常荣幸。然后有这个机会来新加坡跟大家见面，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了。而且我有得过奖，你看，还过奖哦，已经其实好心的粉丝已经送我那个绿蛋糕了，还蛮，而且也有那个提升饮料。其实他们也知道我的可能体能最近比较累了一些些，在忙什么的都有，但是一定要吃那种绿蛋糕，还有海鲜。哦，当然，我应该不是要参加，应该是说希望明年我可以得到奖，在这边得的奖最棒的。对，有，新加坡的印象就是我觉得啦，主要是那个粉丝很温馨。很热情，但是很温馨，让我就是觉得有回到家的感觉。然后再就是说，那么一个热带的国家，觉得好想，就是把衣服脱掉去海边游泳。这个时间呢，因为我可能没有这段时间，可能很紧凑，因为我正在拍电影，所以可能就明天就要回去，没有办法感受到真正新加坡。但是以前有感受到，然后觉得。我好喜欢那个很多夜景，非常棒。然后希望就是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来新加坡拍戏。对，角色其实如果有新加坡的脚本丢给我，我应该可以乐意的接受吧。所以我觉得还蛮就是来一个不一样的国家来拍戏，是一个对我来讲很新鲜，然后文化也不一样，然后人也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角色的话，我要感受到。整个剧组的那个配合啊，要合作，那就是我想要的。